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在新春佳节之际举办会员大会，希望凝聚各界华人妇女力量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该会成立于2017年5月，汇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女性，彼此交流、学习、成长、服务，举办论坛、讲座，促进企业成长，增进国际间经贸、文化、艺术的交流与合作。世界杰出女企业家协会啊，我们是它的在亚洲的三个会员国之一啊。那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啊不同的国家开会，同时跟来自120个国家的女企业家见面啊。4月份他们会来这个纽约跟我们开会，我们也将飞去纽约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跨出了美国，我们不但在亚洲，也在欧洲，我们希望能拓展这个平台。中华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成立于1980年，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，25个分会遍布世界各国。他们当中大多是企业精英，各行业的翘楚，事业皆有成就。这是一个连接全球华人，以主流竞相交流、资源分享的平台。我60年代移民美国，1970年创建江心珠宝钟表集团，从商近50年，辛辛坎坷，创业的艰难，守业的辛苦，我愿意在这个平台分享我的成功与失败。环球东方记者吕于冲、洛杉矶采访报道。